苏西，快点上电梯哦，我们去二楼的鞋店逛一逛。上电梯，注意安全。滴滴，到达二楼。苏西下电梯，佩奇也下电梯。哇，苏西啊，这的鞋子真的好漂亮哦，我要穿一双紫色的鞋子，配上我刚才买的紫色上衣。苏西，你快看，紫色的衣服，紫色的鞋子，是不是很好看啊？等一下，我还要换一双粉色的鞋子。诶，苏西，你快看啊，粉色的鞋子是不是更漂亮啊？哇，我好喜欢哦。苏西，苏西，这双蓝色的鞋子好不好看啊？佩奇啊，你穿哪一双鞋子都好看，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你穿什么我都觉得很漂亮。嘿嘿，苏西，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